岛国汤加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还十分陌生，现在我们有请汤加皇家军乐团带来太平洋岛国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风采，指挥陶拉玛阿里莫图阿中尉。波兰空军军乐团成立于1947年，是波兰最负盛名的军乐团。接下来，请各位欣赏他们的表演，指挥鲍威尔·雅克斯，克日什托夫·兹利谢维基。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南昌大学国防生军乐团，该团由100多名大学生组成，他们今天表演的曲目是《面纱》《绿袖子》，指挥李翠。